挑逗你的时候，你要迎合啊！啊哦啊啊啊啊！好猛，好猛哦！来，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停。大家好，我是丁。今天我们来玩教软体之打字篇。上次这个系列广受好评，只是有个缺点啊，就是耳男太多了。记得上次有一个男的聊不到两句了，他就问我是不是处女。而且我还帮他原话，我说我不是处女，我是母羊座的，结果他要挂我电话。但是我在想，一般女生看到这种留言不会帮他找台阶下，我没有喷你两顿，我觉得就这个女生就算不错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来假扮一下女生来变回来整整这些臭男生。我这么贴心帮你们找台阶下，你们这样对我啊，我只好对你们无情啦。我今天要当一个标准非常高的女生了啊，直接开始。Hello， 女孩哪人？他怎么知道我是女孩啊？啊，对，我今天是女孩啊。嗨，中部哦。我跟你讲，女生不会告诉你一开始是哪里人哦，但是因为我今天心情比较好，告诉你一个大范围，不然你们这群臭直男几岁呢？你是来身家调查的？哇操！我相信这时候女生应该 OS 翻白眼翻到头皮去了。几岁呢？我打一个28好不好？我今天扮演轻熟女，你呢？哎，换我反问了，好不好？你身家调查我，我也身家调查你。32。32，怎么会想上来玩玩呢？我想找伴侣，我才用交友软体。喜欢怎样的呢？有稳定收入的。你有房子吗？你有房子吗？还在存钱买房？为什么还没买？为什么还没买？哎，平常都是大家骚扰我，我今天骚扰一下人家可以吧？北部房价高，可是你都32了，那有车吗？至少要有车子吧。但是我是北漂，有车，什么车？上次有捷安特来载我，我傻眼呢。不，捷安特哪一张？他说他后面有火箭筒。他说他，我真的傻眼。我今天很刁难人家哦，今天很刁难。我要看这些直男怎么，你到底是约到几岁啊？他算是蛮中规中矩的啊，我觉得他以正常的聊天是不 OK 的，但是在这个软体上，我觉得算 OK。你月收多少呢？超烦，来相亲的。5万哦，我买一个 L 牌的包包就要5万了。那我月收多少呢？我没工作呀，我今天是傲娇公主哎、欸，怎么公主怎么会工作？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。男子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样很好了吧？我一个女生打你好，你好，是女生吗？对呀，心灵是可爱的少女哦。多大呀？有点大哎。有28吗？28是什么？胸围吗？没那么小呢。我年纪哦，哎，对，哎，等一下，喂，这个他反而问我是年纪哦，
欸，他很好。那我们先抓一个，我们抓一个，不要太夸张好不好？39，美魔女哦，不知道这种小弟弟喜不喜欢。胸围呢？我很匀称哦，我很匀称哦。有 C 吗？三围是39。嗯，哪有那么巧的？很标准，很标准吼。哎，打这些刚好对付你们这群臭男生，刚好而已啊！我看一下，如果他后来变正经了，好摸吗？有点硬，哪里硬啊？脊椎骨，脊椎骨有点硬，嗯，想摸吗？摸脊椎骨吗？嗯，上次车祸有点骨刺，你要摸？其他的给摸嘛？我现在有点坐肩盘痛，不太可以说。嗯，打一个可爱的脸。嗯，不太可以，是可以摸一下下的吧？哎，现在不行。我40岁。大寿的时候再说。不扯了。谁在扯？你不喜欢我了吗？你都不配合，你要配合啥？我可以努力啊。嗯，要配合什么？还要配合什么东西啦？挑逗你的时候，你要迎合啊！啊哦啊啊啊啊！好猛，好猛哦！这样可以了吗？哎，现在男生怎么那么卑微啊？还要配合啊！我配合了，我配合哦，好猛哦！哎呦，你好猛哦！你好啊！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，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